下你的意念。耶稣，世界的光，给人一个光明的生命。哦，耶稣，无人能像你，唯你配得赞美。哦，唯你配受敬拜。接下来，请欣赏以诺团契带来的大合唱《世界之光》，你真配得。掌声有请。主彰显你的光辉，蓝天装不下你的一面，繁星数不尽你的恩典，巨山无以表明你威严。哦，耶稣，你真配得赞美。
有中老年舞。今年舞蹈的种类也很多，有现代舞、傻舞，还有姐妹们带来的。接下去我们还有姐妹带来的草帽舞，田地里的庄稼。大家掌声有请。Thank you.
首很容易触动人心的一首歌。在圣诞节的前夕，我看到妈妈们在不停的练习，为的是在今天可以把最好的献给神，并且提醒我们这些沉睡的人快快起来为主工作。万民都在扬声歌唱，失散的人们开始欢呼，活水的江河流向万方，无论男女老少都来迎接救主的降生。请欣赏提莫泰团契小主唱，你是否感到群山震动？大家掌声有请。神的作为，我们必要转向我们的耶稣，
因为得着他比一切的宝藏都宝贵。接下来就请一位姐妹用相声用快板为我们说说这个道理，得着耶稣宝中宝。那掌声有请。自动有快板，三影真神宝中宝，讲起上帝真正好，天地万物他创造，飞禽走兽与千草，赞美上帝手段高，神又尘土再创造，亚当夏娃夫妻俩，伊犁乐园无烦恼，吃吃白骨味道好，你看夏娃手中烧，吃了上了骨被蒸到，上帝发怒挡不住，赶出乐园最难逃，人在世上真真坏，罪恶的滔天脾气躁，真神实在爱世人，其爱子耶稣道，就在12月25号，耶稣降生在马槽，天师天君把喜讯报，牧羊人不得不相告，东方明星请引导，三火四来信财宝，七律杀印真藏报，耶稣救亡爱乞讨，在上在世生活太平坦，最好学理传道，学起给神机能力高，瞎眼瘸腿能医好，麻风解禁多治好，使人复活挡不住，知一个人性太肮脏，想尽办法害真道，犹太心嘴用暗号，也卖耶稣真糟糕，低级的矿煤口善套，逼打无亲身传跑，死价大爱高，拯救罪人脱恶道，复活升天做中宝，各位朋友各同道，耶稣实在是个宝，有那个耶稣有依靠，有那个耶稣无烦恼，患难靠主靠得住，危险呼求左逼救，有那个耶稣真正好，快来讨入主怀抱，大家呼求多祷告，否则审判最难逃，在所天堂无比好，天师天君吹金号，是火不和众长老，赞美上帝声音高，比喻城墙黄金街道，真主翡翠宝石给很玛瑙，天堂美景真正好，各位朋友众父老，各位同工和同道，耶稣确实是个宝，耶稣爱我们爱到老，相信耶稣又称早啊，要称早。太棒！然后我们是的，我们信靠主的人，我们得到宝中宝，昔日的美景已早已一去不回，受伤的白鸽难以展翅高飞，园中的新花早已凋谢枯萎，受伤的心灵何时难以安慰，将我们的心归回，因耶稣爱我们，唯有他是我们的救主。现在有请提莫泰团契表演小品《新的归回》，掌声有请。外面天气的好坏总是阴沉的，每天无奈的度过，更不用说是对未来的展望了。其实明天的未知才是令人恐惧迷然的原因，但是挥之不去的是心里深处的呐喊，总觉得生命不应该是如此的空洞难熬，生活不应该是如此空虚难度，于是时而呼天时而唤地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自己，能够帮助自己有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生。洁池是一个性格开朗快乐的女孩子，来到海外3个月，环境使她完全改变了。刚才的诗歌表达了她此刻的心情，在陌生的环境中
面对周围的种种困境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今天是圣诞节，他和朋友约好出去玩，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开心，而他的心情犹如阴天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怎么可能会来法国？谁能理解我的心情？又有谁可以体会我的苦楚？真是我自己自找苦吃啊！还要面对这些困难的生活、工作、居留、住家，唉，环境的压力真的使我很难再生活下去了。谁可以来安慰我？又有谁可以来帮助我呢？你来了，干嘛一个人站在这里闷闷不乐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圣诞节应该开心的嘛，瞧你这副德行。是的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说看，我能不能帮你解决？是啊，这几个月里我心里头总是有块石头压抑着我似的，但今天特别的奇怪，我心里的压力好像更重了，好像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，我该怎么办，晨晨啊？哎呀，你想太多了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要开心一下，知不知道？快一点，他们还在等我们呢，快点去吧。好吧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传遍街坊和邻里，传说耶稣的事迹，现在就有福气。大家快来传福音！咦，两位朋友，这是传福音的好消息。两位朋友，等一下。什么事？你们好。今天晚上在我们教会有个圣诞晚宴，欢迎你们能够参加。大家认真。今天晚上呢，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品，还有礼物呢。有什么好处啊？到时候你来了就知道了嘛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有约会了，下次吧。是吗？这可是难得的一次好机会啊，再加上是一年只有一次，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参加了。如果你们参加的话，你们就找我好了，我叫冰冰啊，我先去前面分单张了，待会儿见，拜拜。劫持拿着福音章，心里越来越不安，到底是什么使他如此不安呢？他牵挂着是什么开始了？主题是新的归回。哎呀，下午玩得真开心哎！对呀，晚上要去哪里玩好呢？哎，这边有，可以坐一下，我们坐下来聊啊。哎，我们晚上去哪里玩啊？去哪里玩？不知道。去吃点东西吧，很久没有出去吃了。是啊，吃火锅怎样？火锅，第二天会长。